原标题：十名中国军人埋葬在日本陆军墓地，碑文满是侮辱。百年来，无人问津。由于战争等原因，目前中国还有很多士兵的埋骨异国。今天，笔者给大家介绍中国士兵埋葬在日本墓地的故事。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，清政府以惨败收场。在这场战争中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。可是鲜为人知的是，北洋水师战败后，一部分遗物被日军